来，咱们给大家鞠个躬，谢谢大家了，给大家鞠个躬，谢谢他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首轮西泡泡战队获胜，那么态度大师战队将稍后淘汰两位学员。我脑子里边就是希望我们能赢，别让我淘汰队员。对，两位队长讨论。 第二回合出战人员，小飞和陈飞，龙仔，阿奇，阿奇，F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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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韩庚队长，请问你应战的队员是？阿欣、小飞、龙仔、李岩。告诉大家什么叫 swag。小飞给他们糖吃啊。第二回合，态度大师七泡泡战队准备开始。 DJ 音乐。没有人比我好，看看，这就是街舞的魅力嘛，对吧？大家很开心了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如果只单纯说这首歌的话，更 swag 一看就是我们。我
我觉得这场我们还是赢。涛队长有说，让我们看一下什么叫 swag。可是我们刚刚表达是，让你们知道什么叫 battle。swag 在我们认为，它并没有把肚皮这些地方搂起来，衣服把它脱掉的这些情节 ，swag 代表的是更多的正能量。街舞也是如此，我和我的兄弟们所表达的其实也是这样。他干嘛？Oh my god！ 对，两队都一直在争吵，谁到底更 swag？ 这个话题其实各有各的说法，所以。刚刚这段视频已经被我上传到了抖音 APP 之上，网友们，你们觉得到底什么是 swag， 谁更 swag 呢？好，说回来，我们还是要进行现场投票，请两队转身，三、二、一，请投票。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！ 来来来。棒，真的很棒，加油！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上台计票。第二轮的对战结果已经来到了我的手上。第二轮的票数是75-36。是态度大师还是吸泡泡呢？他们在比赛过程中。我能看出来他们跳的时候特别开心，看到他们努力我就觉得已经很开心。你就觉得我们肯定稳，那种感觉就已经压制了，但没想到他们第二十五确实挺好的，这我打心里说。第二轮胜出的是态度大师，加油。这波确实没话说，这波没话说。可能我们这边第二趴确实实力没有人家好，所以我就不需要争辩了，就第三趴赶紧开始完了，用实力证明给你。双方经过两轮角逐，分数战成1-1平，最后一轮尤为重要。两队队长，你们有30秒的时间决定出战人选，倒计时开始。大家负责嗨，负责唱，好吧？嗨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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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头戏了啊！耶 ！FKS，Boom！C-pop。